要特别把握这次机会。在今天我们这个特别的时刻呢，也有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庆祝新年。现在呢，我们就要打开快手，让两位通过许愿烟花魔法表情来记录新年愿望，点亮许愿烟花。两位准备好没有？小鬼啊，我相信你平时经常也会有上快手啊，就我们大家一起。对啊，对啊，对啊。那你跟阿哥哥大家一起用许愿烟花，我们大家记录一下新年，好不好？好啊，好啊。我点他吗？可以。好，来，两位说出你们的新年祝福。我先来讲。OK。我祝小鬼这个人小鬼大好，新年新希望。然后呢，2020就是越来越棒，然后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音乐。谢谢阿哥老师。那我祝阿哥老师呢身体健康，然后万事如意，我开开心心的，然后也期待更多阿哥老师的新作品。好，谢谢。哇，大家看，现在全场的朋友都通过我们放大的屏幕都已经看到了你们刚才许愿烟花的场景了，好有过新年的这种感觉。谢谢，我们暂停一下，把它记录下来。OK 了，那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如果大家也想体会一下阿哲和小北刚才这样的一种许愿场景的话，不要紧，马上打开快手，搜索你好2020进入活动页面，使用许愿烟花魔法表情道具拍摄许愿视频，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手机大奖，领红包，传好运，分享越多红包越多，点赞2020上快手，好运红包拿到手。没错，那接下来呢，两位要和我们一起邀请的这一位宝藏男孩，他是实力演技派，也是戏骨小生，让我们掌声有请圆梦蓝队的朱一龙。有请。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很开心今天可以来东方卫视跟大家一起跨年。然后接下来呢，我将跟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乐队，我们一起合作。乐队的名字叫做四个乐队。
谢谢朱一龙。我们有请朱一龙到舞台中间。朱一龙有请。哇，太让我们惊讶、惊喜、惊叹了。太厉害了。朱一龙有请。一首《追梦人》深情款款，但是和四位乐队刚才的表演完全是力量的爆发，哇，好厉害，好厉害！好，今天好，来，今天好。哇，刚才的这个节目啊，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朱一龙。怎么会想到要和四位乐队合作？怎么会能够有这样一首好本领，能够变成一个专业的、优秀的乐队的主唱呢？没有，专业差太远。然后其实自己一直就还挺喜欢音乐的，然后也其实一直，如果能有一次这样的舞台，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刺猬乐队。这是第一次唱摇滚吗？第一次。谢谢朱一龙啊，第一次的摇滚乐队的表演留下来东方卫视的跨年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又可以深情款款，又可以激情澎湃，我们对朱一龙未来可以为我们带来的更多的角色有更多的期待啊。谢谢。那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啊，每个人都会送新年祝福嘛，对不对？对，我们你送的新年祝福要不一样，一定要都带龙，可以吗？可以啊，三个成语试试看好不好？好，而且带龙基本上都是吉祥语，没有问题。祝大家新年龙凤呈祥。哎，好，漂亮，龙凤呈祥。对，龙腾虎跃。好，龙腾虎跃。第三个，呀，突然间再来一个其他动物，龙马精神。耶，漂亮。好，希望大家各位都可以接收到朱一龙的这个祝福啊。因为这三个祝福都是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我们也可以把祝福送给朱一龙哈。对，送给你这个祝福，龙凤呈祥，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光景呢？谢谢。哈哈哈哈，脸红了。没关系，我们不来为难他。对，我们接下来要请你在台上和另外一位和我们一起来揭晓红蓝对抗第二轮的战果，可以吗？是的。好，一龙。